很多人到35岁的时候都会有中年危机。35岁，你人生才刚刚开始发育，你的大脑才刚刚开始发育，你怎么会有中年危机呢？中年危机是因为你长期做负面结论，所以你会觉得你不行了。你是在长期的环境当中在拼体力，所以你觉得不行。但是其实35岁，你的人生从事业上来说才叫渐入佳境，你怎么可能就不行了呢？所以你看很多人他是出自于负面结论，所以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，说90后都出来混了，所以我不行。那么当初他刚刚出来混的时候还在仰望别人，他也觉得自己不行，所以他是20岁觉得自己不行，30岁觉得不行，35岁觉得自己不行，40岁觉得自己不行，50岁觉得自己不行，这一辈子都不行，懂不懂？所以一个人他要不断的去看到自己的优势，没有人是成长不起来的。